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喜欢用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先随便涂抹在一个画面上，然后呢坐下来静静的去思考，然后去感受画面这时候带给我的讯息，接着再开始构思决定主题。那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留下一些很自然而不经意又很美好的色块、笔触或是线条。